包包面无礼貌，做你时间过袂完。哎，请问你是要考到什么时阵啊？我的时间习惯都是坏习惯，习惯不敢吃完，就在桌上不要吃的遗憾。我房间变得像是蠕虫，管家做事真超懒蛋。心理学家说房间有了一些善良，那我应该多么配合平常。